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婉清，我今年申请上英国皇家兽医学院的博士班课程。我个人觉得 British Council IELTS 的网络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，还有提供一个真人的互动式 study group， 学生可以参加这个考试，那跟其他的考生以及带领的人员一起互动，练习各个雅思考试的各个部分。那除了这个网络资源之外呢， British Council IELTS 它还有提供雅思之路，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络服务。那在你报名之后，你就有30个小时的使用时间，里面它非常详细的介绍了雅思考试的各个部分，包含听说读写。那尤其我个人非常推荐它口说部分的影片，它里面详细记录了整个口说考试的流程，那你可以知道常见考生的错误大概会犯在什么样的地方，那可以避免。那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对于我准备雅思考试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